DNC 2022 ICT Paper 1A MC 第三题，这题今年呢只有 48% 学生答啱。咁呢条咧基本上都系一条典型嘅 algorithm 嘅题目嚟嘅。咁呢度咧有啲 input 啦，有个 while do loop， 咁 loop 里边咧有做加数嘅，加落个 j 度，咁另外咧又再次 input n， 再有个 program 咧会 output j。咁而家题目就问啦，究竟咧即系888呢个 value 咧有咩作用嘅咧？咁我睇睇个 while do loop 嘅结构先啦。嗱，咁呢度 input n， 跟住 while loop 就 check 啦 ，n 咧 not equal to 888。As long as n 咧唔等于888咧，你就要 loop。咁呢个咧就我哋嘅 loop 嗰个嘅范围。咁我哋调转嚟讲咧，如果 n 系888入落去咧，咁呢个 loop 咧就会完结噶啦 ，terminate 收工。所以其实咧个答案都几明显咧，即刻就系 A for apple 啦，就系 terminate 嗰个嘅 input 咁样，即系结束嗰个 input， 跟住咧就 output 个 j 嘅 value。咁我哋真係可以 dry run 一下嘅，即係畫個 trace table 出嚟啦，或者 dry run table 咧，去寫低 input n 或者 j 嘅 value。例如開始嘅時候咧 ，j 係零咁樣，咁咧 j 零啦，咁啊跟住啦 input n， 咁咧 say n 我哋第一個入位係十啦咁樣嘅 ，n 係十，跟住啦 ，while n not equal to 888，十唔等於888係 true 噶嘛，嗱依個唔係888嚟噶嘛 ，true 啦。咁啊，將 n 咧加落 j 度，咁就係十加零等於十啦，十擺翻落 j， 咁 j 咧 updated with 10。好啦，跟住再做啦，再做 input n， 咁咧 say 咧第二次 input n 嘅 value 咧係入個三落去，咁啊三落去咧放翻上邊啦，話三唔等於888，咁當然呢個仲係 true 啦，因為咧係佢呢個唔係888嚟噶嘛，所以又要繼續 loop 咯。咁啊 j 加 n 入翻落 j， 三加十，十三，十三咧又冚翻落J 嗰度，咁啊做完加數又再 input n 啦，咁咧所以今次咧我哋就打888，咁888翻翻上嚟 check， 话 n not equal to 888，888唔等于888系 false 噶嘛，嗱 false 咧就唔再 loop 啦 ，output j， 咁啊即刻停咗个 input 嘅嚟度，系嘛，冇得再 input n，output j， j 咧就系嗰个嘅 final value， 咁其实即系换句嚟讲咧，将n 嘅 values 咧 input 入去嘅 n 嘅 values 咧加佢，直至到你入888为止。所以888呢个 number 咧，或者唔一定888嘅，即系你试下作个古怪嘅数字咁样咧，我哋通常咧叫做 end of data indicator， 即系咧代表咗啲数据咧到此为止啦，嚟到呢度咧就结束。